嗯，我会不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我到底在干什么啦？怎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你又知道了啊！这个不行啊，他一定就是暗啊。好难盖哦，真的好难盖哦。啊、我问一下、哦，如果海绵吸水，它会自己干掉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烧，要烧过。好，发点 Google 图片的。哎呦啊！不是啊，你跟我讲，你一个四层是盖一个头。哎，我有 idea 了，还不能满脸。为什么 Google 图的东西也这么难盖啊？不要，这题不会歪，这题很简单。好，想一下有没有素材包可以用？没有了，不要一个素材包自己，救救我啊！素材包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欸，所以我是盖到谁的？小鸡的吗？盖到我的。好，应该不难盖了。很难盖啊！没有素材包啊！这个 TNT 爆炸会怎样吗？会坏掉，就下面放个水流就好、啊。欸，真的爆了！哇！你把眼镜爆炸掉了吗？不是说会爆炸吗？因为这么讨厌盖。我看到我隔壁有一个洞啊！不起来，不起来！我没看到你的，我没看到你的。而且还是不一样的材质，可恶！今天那个强迫症的怎么没有来啊？哎呀，欸，他们都说要八八节啦，所以都在赶片呐。哇哇，好有心哦！都爱八八的。有，哎，用什么指令啊？哎，为什么拿我的头啊？刚刚啊，有话好说。我在尝试诠释啊，真的很难诠释。完蛋的，完蛋的。我觉得我盖的真好啊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真的很难诠释哎。这个应该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吧？应该吧。嗯，我们都在把我们自己的艺术天分建功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哎，又爆了，又爆了，又爆了！你怎么一直爆了？到底在搞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他现在其实不会炸到别人啊。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是待会是要哦，谁要去看？哎，来了，又炸了，又炸了，又炸了！嗯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炸出来，炸出来！我知道了，今天又炸了，又防御就好了。这个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？看不出来我也不怪他，因为我真的太雷了。姐，你给我盖好一点哦，我是看你的。对不起。很雷，都很雷。我懂。反正都还有人还没好嘛。对啊，反正大家都还没好，急什么？天哪，我没有他的题目盖那么好，我真的佩服我自己。哇，那我待会出难一点。欸，搞不好不是他。杠杠，刚刚你定错了，这个是正常用途还是专门给有特殊需求的人用的？特殊需求听起来很神秘哦。这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定到蛮奇怪的，弄错了，蛮奇怪的房间。对，我忘了放水。到底要怎么诠释？到底要怎么画蛇添足啊？你就不要画蛇添足。画蛇添足的意思就是不好的。你看那个男人好奇怪哦。你要讲鸡语啊？闻不出喵哈跟一拳的声音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对啊。你看刚那个鬼笑声就是狼耳。哎，欸，可是我觉得很像饭团呢。都很像啊，你不觉得吗？
我觉得稻香是绿豆糕。我觉得像奇亚的。好了，不要画蛇添足好了。你终于想开了，感觉起来盖起来会完全歪掉啊！就是画蛇添足是会歪，你还盖？你这个国语老师要哭了啊！哎，拿错了。啊，算了啦，就这样好了。有，我觉得这样 OK 了，应该 OK 了。完美！哎呀，100分，行，佩服我自己啊！龟甲，哎呦，完成！你怎么那么快？嗯，还有人更快好吗？快，好了，我也按下去了啦，我也不想盖了。这不是我所认识的秋风，真的吗？那再盖久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再刚刚还按下去的时候，我再按就好了。再撑一下，那我要按喽。你要按喽。对啊。好啊，按啊。然后就一圈还没按。你按啊，赶快按啊，快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按，就这样，哦、就这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压力，等一下，压力。等一下，一拳哦！按下去，人生就解脱了啦。牵下去。诶，我这个会不会盖太超？盖大一点好，不然我怕棉花看不懂。我觉得你不管盖，只要我一个都看不懂啊。欸、等一下，橘色方块啊。橘色方块，有人盖到我的这里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多一颗橘色方块？应该是、哦、那是我不小心那个打破了。还是那是杠杠的头？我要把这个补回来，补回来。杠杠头躺在我头、欸、这里，怎么还是水啊？真是。好了，补回去了。我一拳还要多久、哦？等一下，快了！我这个发一封讯息为什么要隔十几秒？OK、怕你们洗版呢、啊？没有念错啊，我们都叫他饭团啊，他自己喜欢叫饭桶啊。等一下，我再盖一个神秘的东西，这样应该不笑怎么办？团不需要，要了，反正你下一个人看不出来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谁能懂你啊？出来呀、啊！不行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懂。连你自己都不懂你了，我们怎么懂？哎、欸，对我真的不懂我自己。我到底干什么？他不懂你啊！我在干什么？我觉得这一集的字幕组会很痛苦。那到底是谁哦？一群各种版面。没有，没关系，你就直接把我们两个人字幕颜色用一模一样。对。你就就都那个字幕都打成喵拳就可以了。嗯。一哈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拿错了。哎呦，快了，我也好了，快了，再给我盖五个方块。我去帮你按。像那种，等你六个人在等你，每个人等一分钟，就你就让我们浪费六分钟了。啊，对不起。等一下那个闹钟就是，让我再睡五分钟，五分钟就好，我再睡一下。受不了了。啊，算了，不敢了。就这样好了。在哪里可以按呢、啊？那个后面的那个猪的旁边，不要打死猪哦。等一下，我检查一下。不是按猪的鼻孔哦，不是打猪、哦。旁边有一个该歪该歪的钻石砖。嗯，我知道，上面有个按钮。按下去，不要按到自己的鼻孔。我帮你去按啦。等一下，快好了。刚刚你行不行？你刚不是说好了？快好了。我的箭头盖反了。他只是假装不知道要按哪里，问你们、啊、就可以再给我五秒。要按这个是不是？啊，我要按哦，再等我五秒，再等我五秒。好的，我要按。原来这是拖时间战术。哎，有了，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啦？没有没有，那个只是画蛇添足的成果。哦，哎、又爆了，怎么又爆了？嗯，没事，那有安全措施。啊、这个，哎、欸，所以水是怕它爆的意思，就对了。啊，对。哦，还好，我没有朝那方向猜。这个是在干嘛？我不懂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好难哦，好难意会哦。谁？这人很重要吗？这是什么神秘的代号吗？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这是什么？
哇塞，一拳你盖的物件多到我更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是主题，你知道吗？他总共盖了一二三四五六个物件呢、欸，难怪盖不完啊！啊，你就是自己考验自己啊！哎、欸，秋风，你那个命名牌后面那两个比较大的是主题、啊，我故意丢的，什么逻辑啊？哎、欸，然后那个真的很难的、哦，是一拳呢、欸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哦，好难懂哦。嗯，我不确定我猜的对不对。四六八十十一，嗯，应该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嘿，应该是这个吧。我可以玩了。好热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再改一下，看一下。会玩到坏掉啊？不会不会，哦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哈哈哈，哎，好像不是哎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再改一下。我只能想成这样，这什么东东？应该是这样吧？应该是这个。他就是这样走啊，他这样走，这样走，走有没有？还有这个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，12个字。嗯，不太可能是那个啊，感觉像是这个、欸。我觉得这样的题目还蛮 skirt 的。skirt。哈 ，skirt。好了，这怕大家不懂梗，我还是换别的。没有，其实说的都是对的。没有共鸣，对不起，我们跟你没有共鸣哦。没办法，我是走在时代的最尖端。是吗？我以为你已经过时代了。哇，这是热乎乎的，好吗？好像又不是这样。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啦，那个嘛，又是什么说唱的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无差？我年轻，我说唱。对不起，没梗。哎呀，哎，好热，喂。这个太扯了吧！这是扯啊！夸张了吧？你这也太难了吧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他盖的真的很难的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对不起。这样怎么盖啊？什么废物？轻叹一声，叹气。哦，叹气了，叹气了。这个东西是袋子那个人哦。等一下，我这到底要怎么盖啊？咦、欸，这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可以，连盖都盖得很困难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玩一题就很累了，连盖的都会盖得很巴唧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我快盖完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，盖完了，快哦。哦，对啊，你那题真的很好盖啊。对，我盖完的。你不要逼我们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按喽。不要逼你们哦。我现在按下去，你只看到一块玻璃而已哦。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应该要这样盖在这里、欸。不要放这个好了，不然会误导别人、啊。你的存在就是在误导。哎呦。嗯。哎，我刚盖完，把它打掉。应该可以，不错不错。这怎么呈现啊？你可以跟他一样盖六个物件。等一下，那个我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有点大哎、欸，好像也不太需要盖了、欸、就这样就好了、啊，多盖多多给料哎、欸。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呈现还有办法呈现，最后在想怎么弄，有个难的，后面的人应该懂了，就这样了。哎、欸，太早盖完没意思、欸。加油！你可以画蛇添足。对啊，你可以帮 PNT 啊。都学我。我第一步就是帮 TNT 了。形容那 TNT 引爆，它是往上飞的、哦。那多放一点 TNT 哦。我还帮巧克力多塞满很多个。
那个下一个人请不要按的，我怕你看不到建筑物。上网查指令，查指令干嘛？对，我可以用盔甲做，我都忘记了。因为我想要盔甲做，我也要盔甲做。哇，你们的哇，你们好高级哦！你们要不要下次，下次都找会指令的，你们该这样子，全都用指令。对啊，好精彩哦！探测器没有指令是不是不行了？这样啊，没有网络是不行了。不行了，那是没有网络当然不行了。然后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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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另外哦。